我到恒春了，天气真好，有保养，有 seven， 然后还有全联，哇哦！暖阳是真的，冬天的暖阳。穿夜市，买了江米包、大猪锅、猪血糕，这就是开给当地人逛的夜市。是泰沙第一天来访三环，那我们现在玩一个大不一样的游戏，对，他现在是大树的角色，就是一个人的虚拟世界。我们直接开始，我们到他面前，让他看一下。好，就你自己脚下，你先看到自己脚。嗯，先往下看。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